既然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则何有智愚之分，悟迷之别？此问本非出机意了，讲之越详，听之越昧，兹先仅就理与行两端解之。本性迷时，即是烦恼，而有生死；本性悟时，即是菩提，而得涅槃。然迷悟总一性也，故云烦恼生死，即菩提涅槃。在以海域，静时曰水，动时曰波，然动静非二物也，此就理上言之。若明乎性一而分迷悟，悟疑而分动静，又何疑乎？即者离体分者是相也。复次，未发大心者，是生死如冤假，单涅槃是热境；已发大心者，未度无量众生，不热涅槃，单入生死，是诸烦恼，皆是菩提，故云即也。此又就行上言之。南无阿弥陀佛。